食于外物，与我的师父又如何分别？广谋，广智，小神想起来了，当年神秘城池长老放火烧死唐僧师徒的恶僧，正是他俩。我倒是这两人都随那场火灰飞烟灭了，谁晓得不但没死，还化成了一狼一蛇两只妖怪。小神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钟响之后，后山传来的怨气似乎更重了一些。算了算了，想那么多做甚？现在山里大大小小的妖精都知道你闯进来了，干脆你一鼓作气把他们收拾干净吧。